人类与神明编织而成的壮阔物语奇幻 RPG 手游《永恒连结苍穹追忆》正式上架喽！玩家将体验身为少年剑士艾利克斯在拯救了神秘少女米莉亚之后被卷入魔苍大战的壮阔史诗故事。游戏中的战斗最多可以只派6名角色上场，战斗方式采半自动冷却攻击，只要角色冷却完毕就会自动朝向指定目标攻击。而在技能冷却完毕之后，只要点击角色头像就能够释放强大招式。另外游戏也有全自动的选项，就连技能也会自动释放，玩家就可以更轻松的过关咯。除了故事模式之外，每次拿到新角色也都可以有和角色相关的角色任务，可以让玩家更深刻了解人物背景和个性。而在战斗之外，也能够透过探索拿到许多素材和钻石，这些可都是强化角色的重要途径哦。